主料肉馅300克，辅料杏仁50克，核桃仁50克，花生仁50克，黑白芝麻50克，葱末、香油、鸡精、盐、白糖、姜末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原料肉馅、各种果仁、黄豆酱、辣酱、葱末、姜末、各种果仁，用烤箱150度烤至10分钟，晾凉七水。肉馅中加入适量淀粉、料酒，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左右。炒锅中放入适量油，烧至6成热，放入腌制好的肉馅炒至变色，之后加入葱姜末炒匀，加入黄豆酱、辣酱，小火翻炒5分钟，随后加入事先切碎的果仁，最后加入适量糖、鸡精、香油炒匀即可。炒好的肉酱，看看诱人不？烹饪技巧，肉馅最好用匕首4:6的，加入黄豆酱、辣酱，要开小火不停的搅拌，否则容易糊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